我发现了清妃串通北厉，意图谋害秦王，而且儿臣掌握了此事的证据。等到龙天末一死，父皇重用儿臣之日，便是母妃找清妃算账之时。你是怎么得知这消息的？哼，二皇子，这是要杀人灭口？说起来，我还要感谢殿下呢。太子将死，天宁国以后就是我的天下。可是，我不希望有把柄落在别人手里。只有死人，才能让我放心。看来本宫还得有一个秘密，来做交换。何事？说来听听。就在我衣服里。你拿出来看看吧。好啊，楚清哥，你果然是会给人惊喜。二皇子，如果你今天杀了我，那么北厉和西丘一定不会放过你，就算你将来登基称帝，也一定不会安宁。如今我用这么一个天大的秘密来和你做交换，想必你也不会杀我。你倒是聪明。好，只希望你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来人，给我继续守在这里，擅自进出者格杀勿论。是。可是清妃现在正得宠，自恃体大，如果出了什么差错，我怕会被那个女人反咬一口，栽赃嫁祸。天庆，此事不能操之过急。不过我们有了这个证据，
倒是可以借秦王之手铲除楚清歌。母妃所言极是，还好这次在天泉山没有将秦王置于死地，所以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一个真正的一石二鸟。陛下，太子殿下服过药之后再休息几日就应该无碍了。皇兄，臣弟还有一事不明。你说。臣弟在抓独孤兽的途中竟然遭人围追堵截。是谁竟敢如此大胆？臣弟不敢妄自非议，只是就连皇兄派去保护臣弟的那些侍卫，如果不是臣及时出手相救，也差点丧命。臣认为这些人恐怕是想拖延时间，其根本目的就是想要了太子的命。你的意思是有人想要太子死？没错，岂有此理！给我查，不管是谁，朕绝对不会饶他。参见陛下。你们还有脸来见朕？陛下恕罪，我等是受二皇子的胁迫和迫害，才未能完成任务，还望陛下恕罪。那秦王是怎么避过你们去了天坑？莫非二皇子的目标是你们不成？启禀陛下，秦王并未去天坑。一派胡言！今日一早，秦王便带着独孤兽的血来了皇宫。如果没有去天坑，那血是从哪里来的？当晚，我和秦王还有王妃确实被二皇子一直困在天泉客栈之内，直到昨日早上，二皇子才撤兵。这怎么可能？一朝瞒天过海，你们简直愚不可及，全被他给骗了。都给我听着，不惜一切代价，朕都要杀了龙飞夜。殿下，大事不好，太子被秦王救活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千真万确。殿下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看看你做的好事，你简直太让朕失望了。你做事向来稳妥，才思敏捷，又善于变通，朕对你寄予厚望。没想到你的心思竟如此歹毒，你就这么希望置你皇兄于死地吗？父皇冤枉啊！儿臣只是想帮父皇抓到独孤兽，替父皇刺杀秦王叔，帮父皇分忧啊！你还想狡辩？你这次前往的目的并不是杀龙飞夜，而是阻止他去天坑。这么多年来，你和太子针锋相对，朕还没有昏聩到不明是非的地步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些奏折上细数了你所有的大逆不道，贪污受贿，结党营私，包庇下属，贪赃枉法，草菅人命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朕这个父皇？你现在就敢杀太子，是不是有一天你胆大到会把刀架在朕的脖子上？父皇，儿臣不敢，儿臣绝对没有一丝这种违背人伦大逆不道的想法。父皇，住嘴！你是不敢有，但是你敢做。你这个逆子，这么多年来朕纵容你跟太子针锋相对，是为了锻炼你们的心性，没想到你竟然……
父王，来人呐，把他给朕拖下去！是，带他去大宫中，没有朕的命令，不准探视，不准来往。父王，听我说，父王，儿臣知错了，父王，陛下，保重龙体，相信二皇子，他一定会想明白的。想通又如何？心性如此歹毒，竟敢谋害自己的皇兄。陛下息怒。罢了。娘娘，二皇子中途派人围杀亲王，想劫走小毒蛊兽，害死太子。听谁说的？朝堂之上都已知晓，陛下已经将二皇子监禁起来了。嬷嬷，我有一事告知。娘娘，这消息可靠吗？可靠。赏吾你不在时，是太子殿下告诉本宫的。太子之前吩咐过他，有什么紧急的事情，就来找本宫。他是早期国舅安排在萧贵妃身边的眼线，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，他是绝对不会冒着生命危险来找本宫的。真没想到萧贵妃手上还有这么一桩陈年旧事。想当年他也只不过是嫔妃而已，没想到竟然如此狠毒。陛下对先皇后宠爱有加，如果知道此事，恐怕萧贵妃难逃一死。此事已经年代久远，本宫不想再去插手。何况天辉帝只是将萧贵妃打入冷宫，并没有将她的妃位废除，想来也是顾虑二皇子。既然太子已经被救，那本宫何不看他与二皇子相斗？两子相争，不仅朝局震动，天辉帝怕是要陷入两难。还是娘娘机智。嬷嬷，你快去准备一些补品，本宫还要跟长冰公主去朝阳宫一同看望太子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准备。希儿，你忙了一天，想必还没吃饭吧？我做了几样小菜，你先来尝尝。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菜，所以做的都是你娘当年喜欢的菜。你要是有这闲工夫，还是赶紧研制独孤人的解药吧。希儿，你吃一点吧。不要叫我希儿，你要是治不好殿下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奇怪，这几味毒药药性相似，却没有起到累加的作用，反而起了前所未有的变化。这确实古怪。我在研制毒蛊的时候加入了少量的断肠草和西域乌头，断肠草的毒性凶猛，而西域乌头却有麻痹疼痛的功效。本以为两者加在一起可以让毒蛊在体内能够稳定发挥功效，谁知两者相融都不能产生好的效果。这两种毒药的毒性相较之前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解药不能作用于毒药，它们相冲吗？并不是解药与毒药相冲，而是解药与解药之间相冲了。这是我几十年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的。来，你来看一下。
这是含有剧毒的情花毒之液，而这两种十里附子和天山雪油都是他的解药。毒在化解，解药不仅没有解毒，反而让毒性累加了。确实是如此。除此之外，毒芥木和马钱子融合在一起后，他们的解药山阴断魂草、巫山黑就再也不起作用了，反而会演化成更为剧毒的七步致命散。这里面的奥妙千变万化，并不是把毒蛊配方的每一味解药调和在一起就能成为万能的解药。我用了几十年，都没能摸透其中的规律。我不会放弃的，一次不成就百次，百次不成就千次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总觉得万毒皆能解。为这解药，我研究了几十年，可终究是一场空。孩子，你真要配置这解药，还是先吃饭吧。毒蛊虽然有独特之处，但它始终是一种毒。这个世间所有毒都是会有化毒之物的，我一定要试一试。一想到飞叶从小就变成毒蛊人，被毒蛊折磨了这么多年，我如何吃得下饭？我要多耽搁一个时辰，他就多痛苦一个时辰。你这样下去，解药还没研究出来，你身体先垮掉了。就算他是你的夫君，我也有愧于他，但你娘为了保护他一失去了性命，是我欠他。为何要我的妻女来替我还债？希儿，你这么做真的值得吗？我没有想过值不值得，我只知道我心爱的人中毒了，而我是个毒医，我一定要救他。京城所至，金石为开，解药的相互作用虽然千变万化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，我定能找到其中奥妙。庆妃娘娘，请恕本宫不能行礼。太子不必多礼，太子大病初愈，应该好好休息才是。最近陛下繁忙，恐怕难以分心，所以本宫就来这里看看太子有什么需要。这里面是本宫来天宁和亲时从西丘特地带过来的补药，本宫也已经问过太医，对太子的身体有益，太子大可以放心使用。那就谢谢清妃娘娘了。太子不必客气。太子哥哥，你要赶紧好起来，你还要带我出去玩呢。傻丫头，等我身体调理好了，很快就能带你出去玩。一言为定。长滨公主可担心她的太子哥哥了，没少哭鼻子吧？我哪有，都怪那个二皇兄心肠可真坏，幸好呀父皇把他监禁起来了，这样就再也没有人敢伤害太子哥哥了，真希望父皇关他一辈子。哎，你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，你不可以再如此口无遮拦。我这不是为你着想吗，太子哥哥。长滨公主和太子果然是兄妹情深，倒是让本宫想起了本宫的弟弟。幼年本宫和弟弟也是如此相依为命，互相扶持。殿下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当年是萧贵妃毒死的先皇后，并且二皇子中途派人围杀秦王，一劫走小毒兽。
殿下，明香小姐暂时住在白小川那边，身体暂无大碍。还有，我们的人已经按照计划开始隐藏身份，准备向京城进发。希望我有生之年能够报家仇国恨。殿下，哥，我听说太子已经康复了，天惠帝释放了韩从安一家，只是将他罢了官，现在他们举家老小正准备迁回老家呢。西风，你派人去通知王府，通知韩云溪，让他放心吧。是。哥，你不一起去吗？不去。希儿，事到如今，二娘真的不知道该跟你说些什么了。不过，不管怎样，这次谢谢你。二娘，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，别这么见外。姐姐，以前都是我的错。入学，以前姐姐也有错，但是一家人没有隔夜仇。你以后要好好孝顺父亲和姨娘。嗯，我一定会的。嗯。好了，先扶你娘上车吧。那我们先走了。云溪啊，这都送到城门了，不用再送了，回去吧。爹，老家那边可安排妥当？哎呀，亲王殿下把那边都已经安排好了，这个你就放心吧。那就好。这亲王殿下对你可还好？嗯。姐姐和姐夫何时给我生个小外甥啊？你看你，小孩子别乱说话。嗯，你回了老家可别落了功课，再见你的时候我可要考你医术的。知道了。允熙啊，允熙，你一个人在京城要照顾好自己，知道吗？嗯，姨娘放心，我可是韩云熙，什么都打不倒我。好了，带你娘上车吧。娘，我先扶你上去吧。云溪啊，爹知道你要强，但是你还是要记住，留在京城无论受到什么样的委屈，你都可以回老家来，记住了，我们永远都是你的亲人。爹，你放心，秦王府的人都对我挺好的。好，对你好，我就放心了。这位美女，可否赏脸跟我吃顿饭啊？走吧，咱们还是吃面吧。嗯，好香啊，就是这个味儿，一定要记住。姑娘，你的面来了。谢谢。真这么好吃？那当然，这么好吃的美食还有你这个大美人陪伴着我，我现在真是觉得很幸福啊。想陪你的人数都数不过来吧。那倒是，但是这个地方是咱们俩的秘密基地，我怎么能带别人过来呢？对了，你为什么在这儿？带你回药鬼谷呗。
有你这么个好朋友真好，不然我可真的无家可归，无处可去了。谢谢你收留我。我倒希望能收留你一辈子。我要是在药鬼谷一辈子，那些草药早就被我败光了。那没问题啊，用完了我再重新种。这么大方。对啊。算了算了，等我做好药我就回秦王府，不多打扰你。好。哎，你不吃啊？我回去炼药啊。那你等我一下，我要吃两口。哎呀，你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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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口啊，不能多啊。嗯。禀殿下，经查一切都属实，秦二皇子被监禁以后整日消沉丧失。真辛辛苦苦为你做了这么多事情，为什么还是比不上龙天墨在你心目中的地位？这是因为他是嫡子，本王就比不上他吗？龙天墨，你根本不配当太子，凭能力你哪一点比得过本王？眼高手低，胆小怕事，可是父皇你却还对他心心念念，来人啊，拿酒！来人！来人！来干什么？来看本王笑话吗？看你笑话，本宫没有时间，也不屑看你的笑话。那，你来找本王，所谓何事？本宫从来不愿意看人笑话，本宫只喜欢看一个活人垂死挣扎的样子，想必一定很大快人心吧？你说什么？你要杀死本王？九零度，你竟然！你敢陷害本宫，本宫为何不敢？
你刚才不是说本宫胆小怕事吗？本宫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大错特错。来人，快来人，来人。龙天青，本宫永远不会像你母妃那样做上不了台面的事，只会那种下毒的下三滥手段。本宫不会忘记你母妃对我母后做的事情，没齿难忘。胡说什么？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不过这点酒还不至于让你这么快就死。本宫说过，本宫最喜欢看的就是人垂死挣扎的样子。你暗中勾结秦王调查边关账簿一事，将舅舅害死牢中，还有你的母妃毒害了本宫的母妃，而现在你为了陷害本宫被囚禁于此，你说本宫想干什么？本宫现在想做的就是杀人偿命。娘娘，二皇子昨晚自尽了。母后，是不是？
你不要太伤心，还有国事需要你操劳，千万要保重。母后放心，儿臣明白。哀家听宫中人说，萧贵妃听说了此事，整个人疯疯癫癫。不要再生波澜了。娘娘，该喝药了。谋害秦王，北丽和新中已经结盟了。你们被人骗了，被一个女人骗了。你们都被一个女人给骗了。千年的毒经应该会有解蛊毒的配方，哪怕没有完整的配方，至少也该有一些零星的记载啊。这手镯用着可还好啊？嗯，可是毒经里面也没有关于毒蛊的记载。手镯是我一族的圣物，当年我送给你娘亲，里面所记录的典籍都是我独宗一派的经典，而毒经更是传承了千年，但终究是会害死人的毒术。依我看来，此物不可久留，还是趁早将它毁了吧。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？你要真有那么一颗善心，就不会研制无解的毒蛊。毒术虽然可以害人，但是也可以救人，以毒攻毒的做法自古以来就有。我行医的时候也会用到毒术救人，害怕毒术只是怕有人用它作恶多端。毒术本身是没有错的，错在用毒术的人心里有了心魔。是啊，如果当初我听了你娘的，用毒术来救人，何至于此？我现在能做的只有多救人，为你多积福报。你之前说你在研制新的解药，进展如何？刚刚开始。希望能成功。孙母初拜见殿下。免礼。孙大人此次进京述职，
可是天辉帝对你起了疑心。殿下放心，下官谨言慎行，陛下并未有丝毫怀疑微臣乃殿下之人。我们蛰伏许久，时机已成熟，可按计划行事。臣日盼夜盼，等的就是这一天。南疆旧部是我复国主力，你带领兵马兵分三路分别进京，明白了吗？臣遵命。南疆与北利接壤，与西丘临近，这么多年来正是因为有了孙大人的镇守，边疆的百姓才得以安宁。我怕他们听到了什么消息之后便会趁机来犯。殿下放心，南疆关口险要，臣有重兵把守，即使精锐的部队进京城，这两国来犯也吃不到什么好果子。西丘和北利虽然交好，但是为防天辉帝的耳目，实际上并没有结盟，更没有签订条约。他们同床异梦，各怀鬼胎，成不了大气候。殿下所言极是，一切就有劳孙大人了。殿下言重了，能够协助殿下光复大业，重回正统，也算是对得起先皇的恩德。王。